建筑产生垃圾，工业区产生垃圾，商业区、餐馆和生活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及时拖走这些垃圾，会让您的区域干净整洁，换来清新的空气。DQ Disposal Queen 垃圾箱租赁公司正在以及时快捷的速度，灵活没有合约捆绑的方式，真诚最贴心的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运走您的区域的垃圾，带走您的烦恼。 DQ Disposal Queen 垃圾箱租赁公司资金实力雄厚，拥有最先进的全新天然气垃圾专用车辆和优质精良的司机运送服务团队。公司不惜重金专门设计开发了自己的最先进的垃圾箱分布调配运送软件，确保了整个垃圾箱运送系统及时流畅无阻碍，不仅大大方便了客户，还保护了客户的机密资料。公司总裁芬妮是一位单亲妈妈，她借钱创业，迅速成为温哥华垃圾箱租赁市场的一颗新星。My name is Fanny, and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Fanny 打破了这个垃圾箱租赁市场一直被西人垄断市场的局面。她积极努力，带领整个公司的服务团队不断提高服务品质。他们通过成本结构优化，大胆推出无合约捆绑、无隐藏收费、最具有竞争力价位的策略，竭诚为华人商户提供最优质、最实惠的服务，已经在华人圈开拓出崭新的局面，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DQ Disposal Queen 垃圾箱租赁公司的服务对象为各种工商业的门店、餐馆、超市、公寓物业等等，所有处理垃圾的种类包括循环回收纸皮、有机食物和普通垃圾。公司专业销售人员会充分考虑客户的场地、最佳的搬运时间等因素，为客户量身定制出既省钱又能满足特殊需要的服务方案。客户也可以自己 online order， 附近的运送司机看到信息以后即刻去实施，而不需要另外的派单，既及时又避免了人为的漏洞。同时，公司自己的运送车和垃圾箱都有 ID 的编号，软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垃圾箱的位置，会尽快地将信息输送到客户和司机手里，节省了不必要的人工支出和漏洞，也方便客户及时得到服务。亲爱的客户们，让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体验没有合约、没有任何隐藏费用、没有任何不便的安排、更没有取消费用的服务吧。当您有垃圾需要处理时，也许我们就是您最佳的选择。请致电778-929-1023，与我们的客户代表取得联络，让我们知道您的需求，我们将竭诚和及时的为您服务。